新闻一开始啊，就是车祸的意外消息，而且很离谱，是新竹市的一名赖姓员警，他骑警用机车闯红灯，结果撞上了绿灯直行的女骑士。他说他是在执行公务，只是网友拍到的画面好像不是这样。到底详细的情况是如何呢？赶快连线记者林威凡，请威凡来告诉大家。好，主播和观众，这起车祸呢是发生在上个月的29号。那当时呢，骑着警用机车的员警在遇上红灯的时候呢，他是直接的闯越了过去哦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想到却遇到了绿灯直行的女骑士。那两台车子呢是直接的拦腰撞上哦。那双方都是倒地不起的，让目击的民众都是整个呢看傻了眼。那不过呢，根据了解，当时那名员警呢是正在执行勤务，所以才会闯红灯。不过影片当中呢，并没有听到警笛声啊，也没有看到警示灯这样子，那所以呢，警方也坦承当时呢的确是有疏失。那幸好呢，被撞到的女骑士虽然她的腿部有出现扭伤的情形，还有臀部呢也有一些挫伤。那不过在远警亲自到家中道歉之后，目前呢已经和解原谅对方。以上目前最新主播。好，虽然已经和解了，但是这个警察恐怕报告写不完了，以后不能这样骑车。